大家好，我是魔术师李泽邦。刚才听了那么好的音乐啊，送给大家好运。其实今天我也准备了三个祝福在这里送给大家。红线平常代表着姻缘，但是今天呢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我想送一个东西给大家，我会把它变成一个吉祥节，新年快乐。这个就送给你吧。谢谢，希望你会喜欢。 这个是我今天第一个祝福。今天第二个祝福就在这里，我们会用到一副的扑克牌。你平常喜欢一副牌里面什么牌？其实我自己喜欢呢，就是四张 Ace。 首先我把一张、两张、三张放在这里，第四张呢，可以大家可以看清楚，是没有东西的。我会把最后一张放在这个牌盒里面。 这个时候需要你帮我一下，给我你的手。哦，好的。不要脸，然后放在上面，把它按住，把它按住。我也得按住。对，我以为你按住。确定没有人可以碰到这个牌盒，然后这个时候看这三张 ace， 我会把一张、两张、三张牌放在上边。 Watch， 第一张 ace。 给我你的手，申楠姐。啊，我的手吗？对，没错，伸出来。然后摇一下，在上面摇一下。这时候慢慢的将 Ace 慢慢把它打开。我来。对。你随意啊。随意，也就发觉一张 Ace 变不见了。第一张、第二张也不要眨眼。这个时候我会把它插在整副牌的中间这个位置。 看清楚，这样子，它也变没了。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我最不可能的插在牌的中间，正在这中间，对吧？你也帮我一下，慢慢的把它推进去。对，推进去。这个时候，这张 Ace 肯定反了在整叠牌的中间，对吧？给我眨眼，这样子转一圈，那张牌。 就消失不见了。你看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，所有 Ace 都不见了。但是有一个问题了，就是四张 Ace 去哪里呢？是不是在我手里？没有人碰到这个牌盒之前，是不是？没有人碰到了，除了我自己以外。对，放开。这时候你会听到有些声音。不但如此，这里不是一张，而是。 四张 A，谢谢，精彩，祝福的部分还没到，现在我祝福就在这里，看清楚。五二，啊，怎么？五二，哇，2018中国年，点题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四张 A， 在这里祝大家。 幸福美满，谢谢。这个就是我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二个祝福，第三个祝福我们会在舞台上发生。我需要个美女帮忙，孙楠姐，这也上台帮我一个忙吗？那我太愿意了。好，请上台。<笑>